刘碧丽因为拍摄过 OLLY 玉兰油广告，所以被称为玉兰油女孩。她的父亲是美国人，母亲是马来西亚人，所以她是美国和马来西亚混血儿。外表清纯的她与刚出道的张柏芝有七分相似。刘碧丽是在2003年来香港发展，以模特的身份出道，当时的她被周星驰选中拍摄生力啤酒广告，因为天生就长着一张甜美的面孔，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与支持。之后的几年时间里，她一直从事着广告拍摄的工作。从2008年开始，她开始步入演艺圈，开始接拍。